这是连疫情我们都不把它看在眼里，因为当我们移到明年初的时候是 SARS 来，所有观众戴着口罩记得口腔两片烟，这个蛮重。那现在疫情这么长，我们连做到最大的准备是什么？连我们的演员主角级的那个啊，我已经下令每一个人要背两个到三个角色，一往突然气沉的话，那就马上有人补上去。所以呢，这个球一定会全垒打，绝对不会让它落街。好，敬请各位观赏，我们后面有个小的桥段，让大家那个看一下，尝新完了以后呢，各位有什么问题，尽量问我们台上的演员。谢谢大家。